在读 Michelle Zack《傈僳远离统治》一书时，我了解到傈僳族以前住在高山顶端，平时打猎和刀耕火种，过节有上刀山下火海的传统。于是我就想，在步入现代化进程后，他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呢？这些变迁对于他们的文化来讲又会有什么影响？于是我们六个高中生一同踏上了这次云南调研之行。日常生活中穿这些服饰去唱这些歌曲，还是我们希望看到博物馆里。去调查这个全球化的问题，那可能一个人从服装的角度，一个人从风俗的角度，一个人从食物的角度，那到了晚上大家可以来一起汇总这个信息。我们这次调研的课题是现代化发展对于傈僳族的生计以及文化的影响。在高黎贡山百花岭地区，我们采用了半结构式访谈的方式，调查了异地扶贫搬迁政策下四个傈僳村落的生活状况。过去已知的，带着人文关怀，却真正走进了那些当地人的生活。